对，谢谢啊，谢谢家人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，感谢是大啊，家。是。对，谢谢。那个有机会记得来四川玩啊，姐姐，好，到时候好，联系我。好，好啊，好啊，谢谢你先哦。到时候你就私信我，然后呢，我请你吃饭。我私信你不到吗？啊？私信不到你呀、怎么私信不到我呢？可以私信的呀。我不知道啊，接受不了啊。我有私信过给你啊，但是你还不知道，你可能收不到还是什么？啊，可能有时候我没有注意看嘛，太私信太多了就，哦，多了。没事。你那个，你到时候来这边玩，你就私信我嘛，好吧？好，谢谢你哦。啊，有客气。空有空，我会去四川找你们的。对，啊。到时候一起吃个饭，到时候我去叫上阿紫一起，对吧？咱们一起吃个啊，可饭。以，对。啊，可以，可以，你们来香港也来找我了。到时候我们有机会来香港的话也，啊，是，我带你们去玩玩，可以的，谢谢啊，那姐姐谢谢你。去看香港的风景。香港我只听说过，真的没有去过，因没为，去过，没有来过啊，哦，有机会就来了。可以的啊，会来的，啊，好，那就拜拜啊，了，好，好，拜拜，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啊，今天晚上呢，我也抽点时间给大家连麦一下。然后呢，平时也很多叔叔阿姨也很支持我，一位给我来我直播间给我送过礼物的姐姐们，我都看得到的，因为他们头像名字我都记在心里，我记性也特别好。然后呢，我都记在心里那种。晚安了吗？那个快乐奶奶，然后长得像明星，我长得像明星吗？你们说我长得像哪个明星？他们说我长得像那个黄晓明，黄晓明，你们说像不像？这两天胡子都长长了，看到没有？老了。对，他们说我长得像那个黄晓明，那个明星有点像是吗？对，黄晓明。有些人呢说我像那个谢霆锋，有些人呢说我像黄晓明，尤其是这个脸型有点像，笑起来的时候，周星驰啊，周星驰，我们两个不像吧？哇，这赞赞都点到多少了？这赞赞我看59万了，马上60万了，赞赞都点到。赞赞都点到60万了，这么厉害！我的天呐，太给力了，家人们，59万了，59万了，这赞赞点的啊！你们有想跟阿伟连麦的，连一下啊。对，想和阿伟连个麦聊聊天的，咱们就连过来好吧？连过来，对，咱们就聊一下天。你们就是心里有话要给阿伟说一下的。你们就连过来，咱们就聊聊会儿天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这赞赞点的很快的，真的啊，就是说团体呢去点的话，就比如说直播间有1万个人气的话，也可以点很多很多赞，因为1万个人都全部这样点起来的话。点赞的话，对你们的话有什么好处呢？就你们平时发视频的时候容易上热门，就容易让很多的哥哥姐姐们看得到那种。感谢点赞，谢谢。